哎呦，哦，好痛哦！到底是谁呀？怎么都没有照看呢？悟光，你看你跑得这么急，把我要拿来供养师父的水果全部都撞翻了啦！又不是我，奇怪，明明就是小莲姐姐，走路没在看，才害我的头撞到，很痛哎！而且，水果撞翻了，捡起来就可以啊！你干嘛这么凶啊？悟光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啦？明明自己错了，还要怪别人？哪是我，小莲姐姐，你乱讲，你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是你害我撞到头哎！哈，我要跟你说对不起，错的人是你哎！哎呀，你们两个吵什么呀？吵得脸红脖子粗的。师傅，都是小莲姐姐，她走路都不看路，你看着，害我撞到我头，我的头痛痛。师傅，才不是哎！明明就是悟光，匆匆忙忙的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完全都没有看见我，然后迎头撞上我，结果态度和口气还很差的说都是我害的。师傅才不是这样的，不要听小莲姐姐乱说，明明就是她的错。悟光啊，你要跟小莲姐姐道歉，因为你过于莽撞，你的头才会撞到，小莲的水果才会撞倒在地，而且你的态度也不可以这么差劲呐！为什么我要说对不起？我才不要哎！又不是我害的，为什么不是小莲姐姐跟我说对不起？师父，没关系啦，我知道悟光是个小气鬼，他一定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不好意思说对不起。那我也很小气啊，本来是想分糖果给悟光吃的，算了，我等一下就一个人全部吃光光好了。糖果，小莲姐姐，你有带糖果要给我？没有哦，我是超级小气鬼，糖果我要一个人全部吃掉。小莲姐姐，我知道你最好了，刚刚是我的错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哼，你刚才不是还很生气的说都是我的错吗？小莲姐姐，你就小人不计大人过嘛，可不可以原谅我？五光，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啦。好吧好吧，看你这么诚恳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嘿嘿，那这样我就有糖果吃，好棒啊！我就知道悟光最现实了，一定是为了要吃糖果才跟我道歉的。我才没有呢，我是真的要跟小莲姐姐说对不起的。不信的话，你问师父啊。你们两个就别再吵架斗嘴了。我相信悟光是真心诚意的跟小莲道歉。小莲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原谅悟光吧。师父，我知道啦，我只是跟悟光开玩笑的，我才不像他这么小鼻子小眼睛的呢。我哪里小鼻子小眼睛？你们看，我的眼睛很大，鼻子也很大。哈哈哈哈哈！悟光刚才的行为，就如同古人所说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因为我们不是圣人，也不是贤人，有谁能够没有过失呢？但是一个人不怕做错了，有了过失，只要能够悔改，就是普天下最大、最珍贵的善。难怪孔子才说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有了错而不改正，才是真的错了。只要懂得改过，才是人生智慧的开始。小莲说的一点也没错。就像从前有一个叫老朱的人，在天刚破晓的时候，
兴冲冲地抱着一束鲜花及贡果，赶到大佛寺，想参加寺院的早课。谁知刚一踏进大殿，左侧突然跑出一个人，正好与老猪撞了个满怀，将他捧着的水果撞翻在地。老猪看到满地乱滚的水果，忍不住叫：你看，你这么粗莽，把我供佛的水果全部撞翻了，你怎么给我一个交代？没想到这个名叫阿山的人非常不满地说：撞翻都已经撞翻了，顶多说一声对不起就够了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哦，那个阿三都撞到人了，还这么大声的骂人，很坏哎！五瓜，你还敢说别人哎？你刚刚好像也是这样哦。哎呦，小云姐姐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后来啊，老猪生气地说：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自己错了还要怪人？接着彼此咒骂，互相指责的声音就此起彼落。禅师正好经过，就将两人带到一旁问明原委，开始说：莽撞的行走是不该的，而不肯接受别人的道歉也是不对的，这都是愚蠢不堪的行为。一个人能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过失及接受别人的道歉，才是智者的举止。哦，刚刚小云姐姐还是不接受我说对不起，那她就是笨笨了。好嘛好嘛，悟光对不起啦，小莲姐姐刚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啦。哼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禅师接着又说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必须协调的生活层面太多了，在社会上如何跟亲族朋友取得协调，在教养上如何与师长们取得沟通，在经济上如何量入为出，在家庭上如何培养夫妻亲子的感情，在健康上如何使身体健全，在精神上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能够如此才不会辜负我们可贵的生命。想想看，为了一点小事一大早就破坏了一片虔诚的心境，值得吗？后来阿山先开口说：禅师，我错了，实在太冒失了，并且也由衷地对老猪说：请接受我至诚的道歉，我实在太愚痴了。好棒啊，他们又和好了。哦，还好没有切八段哎。禅师的一席话终于感动了这两位争强好斗的人，承认过失是智者之举，能受苦乃为智士，肯吃亏不是吃人，退一步天高地阔，让三分心平气和。嗯，一个人犯了错，只要决心改过，还是有机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获得谅解的。千万不能将错就错，也不能抱着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心态。做错事要勇于承认，有承担的勇气哦。佛教主张犯了错应当法路忏悔，就要悔改，有了过失却不悔改，这许许多多的罪聚集在我们的身上，就好像水，本来只是一点点，但是所有河流的水都归于大海去了，大海的水啊越来越多越来越深。同样的道理，要是我们不能及时悔改的话，积聚越多就越重，罪过也越大。因此以退一步
让一步来成全别人，即是修养。学一分，讨一分便宜，增一分享用，减一分福泽。好痒啊，我的头好痒啊，我的手也好痒啊，怎么觉得全身都好痒啊，讨厌的蚊子在我的手上叮得一包一包的，怎么越抓越痒啊，讨厌的蚊子，看我悟空的厉害，拍死你，拍死你，哼，在我身上叮那么多包，悟空我要大开杀戒了，我不妙了，蚊子好像越来越多，我还是快逃吧，好痛哦，悟空，你这个冒失鬼把我撞得好痛，你的眼睛长到哪里去了？是你把我撞得好痛的，你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，哈，是你不对，要跟我说对不起才对吧？啊，怎么是我不对？是你来撞我的！哼，算了啦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我大人不跟你这个小人斗。你又不是大人，哼！嗯，对啦，我不是大人，但是你是不折不扣的小人。小樱姐姐，你大欺小，我要去告诉师父。哎，悟空，明明是你不对，还说我大欺小，分明你是恶人先告状啊！悟空，不要因为你小，我们都要让你，但是你也要讲理啊！我也不指望你对我说对不起啦。我本来呢要带你去吃巧克力蛋糕的，你不说对不起，我看巧克力蛋糕也没有你那份啦。我要把它一起吃完，再见喽！哼，再见。这次的巧克力蛋糕不一样哦，特别好吃，是提拉米苏哦。我现在不喜欢吃巧克力蛋糕了，再见。唉，那好吧，这次啊，我可以吃得很过瘾了，因为没有人来跟我抢蛋糕吃。对不起。好啦，我原谅你了，以后走路要小心一点。那你刚刚走路这么匆忙是要做什么啊？因为蚊子很多，我拍不完呀，所以我要逃走才会撞到你呀。你看我的头，我的手，还有身上被叮得一包包的，好痒啊。哈，你的手让我看看。真的耶，好惨哦。我带你去擦药吧。小林姐姐，我告诉你哦，我很厉害，呵呵，我用如来神掌拍死了三只蚊子哦。啊？什么如来神掌啊？这么厉害哦？就这样啊，嘿，我拍死你，拍死你，就这样拍死了三只，哎，很厉害吧？你虽然是很厉害啦，不过打死蚊子应该也算是杀生吧？这样好像不太好哎。杀生，蚊子把我叮得好痒哦，我当然要拍死它啊。小樱姐姐，我好痒哦，快点带我去擦药呀。好啦好啦，我带你去擦药吧。不过不要再抓了，小心会发炎的哦。可是会痒啊。哎呀，你忍一忍啦。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。这里怎么会有蟑螂啊？好奇怪呀！悟空，是发生什么事吗？小樱姐姐，好奇怪呀，我们庭院有蟑螂哎！啊，在哪里啦？我最怕蟑螂了啦！不用怕，被我的扫把打死。啊，你用扫把把它打死了？对呀，我捡起来给你看啊。不用啦，你赶快把它弄走啦。你们
们女生最胆小了，我们男生才不怕耶，我在身边保护你呀。蟑螂虽然是害虫，也很让大家讨厌，可是我们把它打死了，应该也是杀生吧。小林姐姐，你刚才说蟑螂是害虫，那它死了就算呀，有什么关系？不然我们挖个洞把它埋起来吧。啊，要把它埋起来哦。对啊，这样我会比较安心啦。好吧，那我们去找地方埋起来。那顺便去拿小铲子，我们走吧。唉，终于把它埋好了，这样啊也算是功德一件了。小林姐姐，我把蟑螂打死了，又挖洞把它埋起来，这样算是功德一件。那之前我把三只蚊子拍死了，我没有把它埋起来，它会不会变成鬼来叮我啊？会哦，他会说，还我命来，我叮死你，叮死你。小林姐姐，不要吓我呀，我最怕鬼呀。你不是宇宙超级最勇敢的乌光吗？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？你说你怕鬼哦？原来你也是有克星的哦，你还取笑我怕蟑螂嘞。我现在说鬼，你就吓成这样，还说要保护我们女生。我看你呀，也是胆小一族啦。你不可以笑我呀。哈？你不许我取笑你，可是你刚才也取笑我怕蟑螂啊。那现在我们扯平了。小林姐姐，蚊子跟蟑螂我都把他们打死了，你说我这样算是杀生，我们去问问师父要怎么帮他们超度。哈？要帮他们超度？你怎么会想到要帮他们超度呢？因为他们死后会变成鬼啊，帮他们超度就不会变成鬼来找我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去找师父帮忙吧。小林姐姐，我们要进去吗？进去啊，不过啊要小声一点哦，我们踮着脚走进去吧。哦，你们来啦。师父，对不起啦，打扰到您打坐了。没关系的，我在这打坐啊也两个多钟头了，是该动一动了。找师父有什么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啦，今天不光拍死了三只蚊子，又打死了一只蟑螂，蟑螂被我们挖洞埋起来了，乌光说要帮他们超度啊，所以就来找师父帮忙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乌光，虽然蚊子和蟑螂是害虫，我们把它打死，严格来说也算是杀生，在戒律上也是犯戒的。你事后要帮他们超度，也算是弥补了罪过哟。那过去登革热的病媒蚊遭到大量扑杀，这个罪过该由谁来扛呢？小莲，你问得好，我们周遭的环境跟大家息息相关，在佛教来说，我们是共业，在同一个环境中，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大家一起承担，所以就有教戒起见消灾祈福法会，为这些生灵超度。那至于戒律的问题，师父有故事与你们分享啊。啊，那我要听，师父您快说吧。我们生在佛灭度后，没有与佛陀同时代，但佛陀对我们讲得明明白白的，戒是正顺解脱之本，戒的精神是宁可守戒而死，不可破戒而生。我来说说这故事的因缘吧。佛陀时代有两位初学比丘，一同到舍卫国奇缘精舍要拜见佛陀，走在路途上口干难忍，
要再没水喝啊，真是会渴死了。他们两人不知走了多久，好不容易看到一洼旧泉水，里头只有一点点的水，但水中有很多很多的细虫。师父，那水有那么多虫虫啊，好恶心啊。一般人应该是会喝吧，不然就会渴死了。哎，可是这其中一位是选择不喝的哟。其中一位就说，佛陀制的戒，比丘肉眼见到水里有虫，一定要用滤水囊滤过才可以喝。现在我们没有滤水囊可以滤水，喝了会杀生，我们宁可守戒而死。另一位比丘口干渴，已经忍不住，他想再不喝就没命了，就把那有虫的水喝下去。师父，那个喝水的人会不会肚子痛啊？那个水里有虫虫哎。应该会没事吧？另外那个没喝水的应该会死吧？要知道结果就继续听下去。那位依佛教法的比丘宁可守戒而死，不愿破戒而生，所以他还是坚持，我如果饮了这个水就是破戒，绝不可以。他就依着坚强的道心没有喝水。两个人就继续走着，那位没有喝水的比丘在路上体力不支而昏倒了，最后就真的渴死了。啊，那个人死了就看不到佛陀了。不见得哦，喝下水的比丘活了命，到了奇缘精舍见到佛，佛陀明知故问，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比丘说，我们原先是两个人，本来还有个同参。佛陀又问，现在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呢？这位比丘回答说，我那位同参好可怜呐，想来见佛，但没见到就死了。佛陀听了就对他笑一笑说，你说他没有见到佛，其实他已经比你先来见我了，没有见到佛的是你呀。师父，您常常告诫我们，在佛灭度以后就要以戒为师，而这个师应该就是指佛陀了，对不对啊？小莲说得很好，师父的教诲都有听进去哦。可惜没有奖品，对不对啊，师父？这口头奖励也是奖品啊。哎呦，我才不像你嘞，凡事都要奖品，口头奖励我也很高兴啊。是啊，这一点悟光是要跟小莲姐姐多多学习。哦，那悟光打死蚊子和蟑螂应该也算是犯杀生的戒，那师父要怎么帮他呢？严格来说啊，悟光还没有真正受戒，也就没有什么犯戒的问题。不过师父希望他长养慈悲心，待会儿我会教他如何超度回向，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，也就不用太挂碍了。那太好了，待会我也要参加。戒律对出家人来说就像是法律一样，甚至要比法律来得更为慎重，因为受的业报是很大的，不可不慎啊。师父教的我会乖乖听话，那以后蚊子叮我怎么办呢？你可以擦防蚊液啊，点蚊香或是艾草来防止蚊子叮咬，这样你就不用去背负杀死蚊子的罪业了。谢谢师父的开示。那我以后就知道怎么对付蚊子。
吹起，菩提树叶掉满地，手拿扫帚快快扫，无奈一阵一阵风又起，扫地扫地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深，扫地扫地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深。